所以我们继续看多这一个 example，所以这个呢就会是你 paper two 的话的 form 的 pattern 呢、啊，它会是这样子出的。Okay, 所以首先它给你一个quadrilateral PQRS，它告诉你说 PQ 啊是等于12，它已经给了你，然后 PS 是等于8，然后 SR 是 2x 加 2y，OK。Okay? 然后呢，首先呢，第一题它叫你找 PR 跟 QS，所以你要找 PR 的话，就是这一个句子耶。那 PR 的话，所以你看的话很简单，其实你就是找 PS 加 SR，OK，所以你就是用 PS 加 SR，然后这两个呢，它都已经给了你了，它都已经给了你，所以没有问题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加起来，OK。然后还要你找，A2，它要找 QS，所以 QS 呢就是这一个，是这个，所以这个也是没有问题咯，因为它已经给了你 SP 跟 PQ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找QS，OK，、okay, 所以不过这个呢，它给的是 PQS，然后QGP，所以它这样它给你的是 PGQ，所以你要去 QGP 的话，你记得要补一个 negative，因为你的方向是倒反的。OK，然后过后呢，他就叫你找，啊，给你说 PT 等于 HPR，然后 QT 等于 KQS，所以你看到说这个 PR 其实就是你上面找的这个 PR，然后这个 QS 其实就是你上面找的这个 QS，所以呢，他先叫你 ungkap 跟 express PT，OK，in term of 这个 H X 还有 Y。然后过后呢，它就叫你 in terms of k x 还有 y，所以不一样的是，一个是 h，一个是 k，所以一开始呢，它就在 pt 等于 hpr 这个它已经给你，所以很容易，你只需要把 h 乘在你刚才找的这个 pr 这一边，所以你把 h 乘进去的话，所以你就有 h，然后你就有 h 咯，OK。然后还有你找是 q，它告诉你说 qt 等于 kqs，不过还有你找 pt，所以在这边呢。QT 等于 KQS，这个你已经它已经给了你了，所以不过呢，还要你是有 PT，所以你要把这个 PT 放进来这边，所以你再说 QT 其实就是 QP 加一个 PT，就是这边，OK，P QT 嘛，QT 是这边，OK，QT，OK，其实是一 P Q 去 P 加 P 去 T，Q 去 P 加 P 去 T 的。OK，所以在这边，哎，你知道 Q 去 P 这个，它已经题目已经给了你，所以你要的是这个 PT，然后呢，过后这个 QS 是你之前找的这一个 QS，所以你 sub 下来过后，你再把你一下 x 跟 x 的 group 在一起，y 跟 y 的 group 在一起，所以你可以有这一个答案。OK，然后最后呢，一定呢还会叫你找这个 H 跟这一个 OK。所以你看说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，对吗？这个是 PT，这个也是 PT，所以你就可以拿这一个就是这一边来的，等于这一个，也就是这边，因为两个都是 PT，所以 PT 一定等于 PT，所以它们 group 在一起。所以在这边的话呢，你就要做 comparison，所以你要做 comparison 呢，就是你会 compare。x 跟 x 的，所以你看这边 x 的话，这边是 2h，然后这边是12-12k，所以你就会有这一个 equation，因为 x 跟 x 的推等于，所以在这边你会有这一个 solve 到这个 relationship。所以当你 solve 到这个过后，你再 compare y 咯，y 的这边有 10h，然后这边有 8k，然后呢，10h 跟 8k 这个是在这一边，OK，10H 跟 8K，所以其实这个4/5H 等于4/5K 呢，这个是从这边 solve 的，OK，这个是从这一边 solve 10H 跟 8K，所以你 solve 到这一个。所以当你 solve 到这个过后，你就把这一个 sub 进去 e 里面，所以 sub 进去 e 里面过后，这个就是你的 simultaneous equations。所以你怎样 solve 这个 simultaneous equations？所以你应该会咯，所以你 solve su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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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b，所以你可以找到 H 跟你的 K 是。怎么样的？OK，所以这个通常就是你的 paper two 的题目通常会这样子，所以它一定是先叫你找两个，然后用前面的两个，然后来找
所以你的 h 跟 k 这样子 ，OK，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第四课 ，OK， 所以现在你可以试下做那些练习，就是从我刚刚教的，就是从第11面是不是从第13面的练习，你开始做到去这一个18面了。OK， 13面到18面，就是我刚才教的这全部练习。然后呢，OK， 我已经教完你的第四课了。OK， 所以你去做练习，然后多半个小时这样子，你就会在同一个那个 classroom 那边，你就会看到说会有那个我帮你讨论，我跟你讨论那些答案的 video 了。OK， 所以你可以先去做那个练习，所以就这样。